麒麟，等下是不是要走了？对，我等一下要去树澳找朋友，听说要去补一下，是不是？要去放松一下，补一下，要去补一下，补一下猛的，补一下猛的。得了奥运金牌，目前对你来讲有什么困扰？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度变高，就是大家对我的爱变多，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专注在我的运动表现上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还是应该说，我本身还是运动员啦，就还是希望可以带给他们更多比好看的比赛。其实就跟我们当艺人一样嘛，我们当歌手应该是关注在我们的音乐上面，然后当演员的应该是关注在他的戏剧上面。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粉丝心愿吗？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唱歌，可以唱一句情歌。我知道，小乐来起 key， 他跟着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然后看他重点是，对，要看麒麟要唱什么，对对对，哇。我们这最后好吗？真的有个机会啊！对啊，我很好骗，好的。哦，我好心哦。哦，我很好骗。我很好骗。哎，你是？不会。看着音乐，我来起啊！哇塞，这首歌我不熟。哇塞，歌手在。哇塞，你来。我很好骗。再一次。我有点紧张。好，不不不，老板，这样可以。好，三。我很好骗，对爱太渴望变成死穴。哎，我不委屈你。哎，那个，如果你等下去苏澳回来，你如果无聊的话，可以来唱歌给我听。对，真愿意，好开心哦。那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？就是打完奥运，然后得到金牌，你有什么想要做的愿望？对，那我要想要真认真想要看一场演唱会，我还没有看过演唱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还没有，一场都没有。那你想看怎样的演唱会？就炸的啊，像顽童的啊，或者是小乐队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之后我们就这几个，我们为你办一场。好。我们办一场，一起唱歌，我就觉得很心满意足。就办那种比较简单一点，办椅子啊。你要办演唱会，我们随时小乐的演唱会也可以去啊。去看演唱会不是看？对啊，我知道，让你看的听演唱会。不是你来了，我们一定会把你 Q 上来的。因为你唱那么好听。不是你刚唱的那句，我有吓到哎！你是真的会，一听就知道会唱歌，就是爱唱。平常就是在车上或在厕所，每次就乱唱。你感觉是钱柜那种会，哎，我要点这首，点这首。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就哦，不要，然后就一点下去，一唱。OK 了，好啦，谢谢你今天来，谢谢。对啊，恭喜啊，还是要再恭喜一下。恭喜，金牌麒麟。